说起娱乐圈姐弟恋的明星，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钟丽缇这一对了。在2016年，钟丽缇嫁给了自己的小鲜肉老公张伦硕。为了减小和老公的年龄上面的差距，钟丽缇的穿搭经常扮嫩，尽管已经47岁，还想穿出17岁的感觉。最近钟丽缇和张伦硕在国外度蜜月，被很多网友惊奇地发现钟丽缇的小腹微隆，疑似已经怀上了第4胎。张伦硕虽然从两人恋情曝光甚至结婚之后都是一直对钟丽缇疼爱有加，但是婚后抚养的3个孩子都是老婆和前夫所生的，多少会让张伦硕有些遗憾。如果这个时候钟丽缇成功怀上两人爱情的结晶，相信爱孩子的张伦硕会更加的兴奋和爱自己的老婆吧。如今46岁的钟丽缇嫁给了张伦硕，一直在撒狗粮，大家以为二人的宝贝计划捏了一把汗。毕竟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的钟丽缇，现在已经46岁了，再生第4胎着实有些风险的。近日钟丽缇现身机场，身穿宽松上衣，腹部微微隆起，疑似怀孕。只见钟丽缇腹部迷之凸起，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